人物介绍，嘉宾和妻子是结婚多年的夫妻，却因为婚后生活不如意互相抱怨，使得争吵升级，最终都说出了很伤人的话。嘉宾一气之下摔门离去，却遇到了一束强光。出车祸了吗？会不会是穿越？帆哥，你已经到达目的地，请下车开始你的飙戏。到了是吧？嗯。Ready, action！ 哎，你上那面扫好不好？你挡着我看电视了。这不是地上有瓜子皮儿吗？你不嗑了，你不吐了，我不就让开了吗？来来来来，把他腿抬抬，腿抬抬，腿抬抬。不是你非得现在扫吗？那我不现在扫，什么时候扫呀？我一会儿还得做饭呢。扫。这一天天的跟个大爷似的往这儿这么一窝啊，什么也不干，一分钱也不赚，我也不知道你想干嘛。我什么也我这不看电视，我这不正学习呢吗？整那些没有用。看电视正学习呢，你都学了什么了？除了天天知道就把自己穿成这样，那你还学成什么了？我学习人生，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看这个，我得知道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它变成什么样子了，我才能去找到商机，你明白吗？那咱俩聊聊，你学明白了吗？你都学了20多年了，这电视都换了5台了，我看你一点进步都没有。我要你管。我还真得管你，这学来学去的一分钱也赚不着，你这不是异想天开做梦呢吗？你怎么就一点不长进呢？没完没了了是吧？天天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就这些话，你要干什么呀？天天我说来说去你也没有进步啊。哎，马苏，我要早知道你这样的话，我当初咱俩好的时候，你给我那瓶酒，我就不应该喝。那我当初就应该给那瓶酒里下毒。泼妇！你干嘛去？你管我干嘛去？你饭不吃了？你管！野餐场地啊，一开门他们家住野外是吧？哎，哈哈啥？咋了？刘欢，你能靠点谱吗？啊，你答应我的，今天早上来跟我一起搭帐篷，一起干活，人呢？你看，我跟你说了，昨天晚上喝酒喝多了。你这从哪整这么身衣服啊？整的花里胡哨，这冻上。什么玩意儿？这牛仔服、牛仔裤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现在都是最新潮的，你不懂。你以为还像你还穿成这样？什么的？我们这都是今年新款的衣服。你这今年孕妇款吗？拉倒。怎么着？哎。哎妈呀！哇塞，哇 ，CD 机，送你的，送我的啊！你说说你这玩意儿，2001年最新款，哪年？2001年呀、啊，就今年最新款。不对呀、啊，2001年。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议定书获得了。不是，我刚才从家出来，然后我见束光，然后我怎么就跑到2001年？你可拉倒吧，上哪就编啥瞎话呢？你来晚就来晚，还搁那编瞎话，还一出门一道光。我多大了？20啊。多少？你再说一遍。20，长得像46的。真的假的？20岁是吧？啊。你咋的了？你今天怎么这么不正常？哎呀！20岁好啊，年轻啊，美呀、啊！